锣声响起，宣告客家一名嘉年华起跑。这也是活动举办29年来，首度由客籍元首开锣。总统蔡英文和台北市长柯文哲再度同台，各自宣传客家政策。浪漫台山线计划只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不论是屏东的六堆，或者是花都地区，台湾各地的客家文化，我们都会让他们更加的振兴发展起来。客家文化复兴是一定要做的事情，这也是我作为总统，作为客家人，为台湾的多元文化发展，为客家文化的传承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。我们希望跟中央跟地方哦一起来关心客家文客家族群的发展，也来一起来协助哦客家文化在台湾的发扬光大。柯市长才说要中央地方合作，但是却和蔡总统零互动。从上台致辞到离开，双方没有握手，也没有谈话。而且一周之内，两人多次同台，状况全都相同。开锣仪式结束，蔡总统赶行程，柯市长领队采接，各走各的路。外界解读柯文哲对两岸政策不同调，加上公开拒绝加入民进党的议题发酵，才让两个人形同陌路。有的时候老是要挑拨离间的，没有，可是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？啊，都还没来得及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这个要再赶快赶下一个定点要站好啊，对吧？大部分都直接跟他的幕僚都有定期在见面的。结束3公里的采街路程，抵达客家文化主题公园，柯文哲和行政院长林权同台，互动相对热络。究竟总统和首都市长之间台上零互动的原因，台下又有哪些交集？答案也让外界雾里看花。有点TV 王彦君、蒋宗玉台北报道。